停在路旁的白色重机，车壳碎片散落一地，车内的零件线路全都暴露在外。因为几分钟前骑着这辆重机的骑士与休旅车发生严重碰撞。监视器画面拍下直行的黑色休旅车经过网状线时被一辆重机突然撞上，保险杆直接掉落，骑士也喷飞在地。他速度很快吗？蛮快的。没有，你离开蛮慢的。我没注意时速表，但是就正常速度在开。救护人员获报后火速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医。事发在花莲市华兴街与华夏街口，周五早上7点多，骑乘黄牌重机的21岁花防部混炮营高姓士兵经过路口时疑似车速过快，不慎撞上一辆休旅车，接着冲向一旁花圃，造成全身多处骨折，颅内出血，目前还在加护病房，仍有生命危险。救护人员到场时，患者正面朝下意识不清之状态，交人评估患患者为意识不清，初步有耳漏、鼻漏以及脚骨折之现象，交人处置完后协助送慈济医院。车祸现场还有士兵遗落的安全帽、鞋子，就连重机排气管也硬生生被撞断，相关肇事责任警方后续还要调查厘清。民视新闻赵永博花莲报道。